Hello， 歡迎大家收看粵語同行啊 ，Kevin， 我知道咧，今日咧你帶咗一位非常之特別嘅嘉賓喎，佢係一位可以話係硬漢子係嘛？冇錯，佢眼淚係在心裡流嘅喎。冇錯，係嘛 ？OK， 歡迎你先 ，Eric，Thank you， 歡迎你 ，Eric。嗱 ，Eric 啊，其實咧，我想俾大家嘅觀眾咧，可以認識你多少少啦。外表好斯文啦，亦都應該係一個非常之係有攝影嘅男士嚟嘅喎。OK，但係咧，原來你本身嘅家庭成長好特別嘅喎。是怎樣家庭成長的你是我小時候我爹哋媽咪是做賭的咦OK 咁即係搞啲賭，即係自己賭啊嗰啲咁。你會唔會都學到學翻兩手啊？基本上全部都識嘅。哇，係係咪可以人哋嗰啲叫做下低千門之家啊，即係嗰啲之類啊？咦，嗰陣時賭神賭聖嗰啲系列，你咪睇曬咯。所以都好好噶，因為乜都識曬咧，所以大個我唔賭啊。哦，即係人哋騙唔到你啦，係嘛 ？OK， 但我想問咧，其實喺咁嘅家庭成長，表面上我哋都係講笑咁講啦，但係你裏邊嘅心理裏邊嗰個嘅有冇啲嘅糾結係唔係咁難，唔係咁好受嘅咧？都有㗎，因為屋企本身即係做啲黑市嗰啲賭檔，係咁咪都最慘，佢哋參與埋一齊啦，係所以咧，我爹哋就因為咁樣就爭咗大魚籠錢，所以我哋就逃難去咗新界嘅一啲好靜嘅地方度住，去避債嘅當時。但係如果你一路咁樣講，即係成日都要孭住個背囊周圍走嘅咯。係啊，成日都匿埋㗎，同埋出街又睇下有冇人跟住你啊，小心啲啊咁。但係你咁嘅生活裏邊嘅時候，你要翻學㗎。咁你每日出街嘅時候，睇下左有冇真係聽媽咪所講啦，保護多啲自己嘅時候咧，唔好受到好多人俾人捉走咗。有㗎，有㗎。有嗰時三年班。三年班就小學嚟嘅啫喎，懂曬事嘅咯喎，其實係冇人帶你翻學嘅喎。冇㗎，逼住咯。自己真係好緊張自己嗰個安全。係啊，係。形成咗你咩性格？咩都好保護啊，好小心啊咁。你其實每個兄弟姊妹係咁啊，定還是單獨係你咧？當時我同我家 姐都係咁，因為我細佬就去咗人哋度，即係托兒，所以就未有呢個經歷。我同我家 姐你其實同家 姐係相依為命，喺度逃避啲有恐懼嘅嘢出現嘅咯喎。係啊，我家 姐就仲慘，因為女仔啦。咁當時佢仲有一年先喺九龍讀完書，所以佢要繼續喺九龍翻學。咁試過因為要逃咧，就放學三四點，大概十點先翻到嚟。因為佢覺得有人跟住佢，所以佢兜兜兜兜兜個大圈先翻屋企。哇，兜好大喎！其實會唔會係自己係驚咗？其實冇嗰樣嘢發生。真係唔知道，不過都會一路都會有呢個警覺。去到你幾耐時間先至冇依個嘅情況？中學啦，中學大少少係啊，已經冇依樣，你爸爸媽媽唔再做依件事啊？冇提啊，唔係佢入咗之後就冇做，即係搬走咗之後冇做噶啦。不過慢慢大大下，你知啦，人可能習慣咗冇提啊，或者咁多年之後，冇嘢啦。咁慢慢就係咯。咁但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嘅環境啦，比較窮啊，係嘛？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個環境形成你好奮鬥嘅心，每一樣都好進取，可以係能夠成就到你而家即係嗰個思想就係每樣都做得到咯。都可以咁講噶，細個係啊，所以係覺得咩都要靠自己，你冇辦法。你不靠自己又唔得噶啦，咁咪形成咗自己乜都靠自己咯。所以你就咁強啦。係咯，過往好強嘅係用強啦，因為你嗰時候我聽你講過咧，其實你係即係雖然爸爸媽媽係拜偶像，但係你無神論者嚟嘅，冇嘢去相信嘅喎，冇嘅，就係即係覺得自己嘅能力就可以造就到自己，係可以抵禦到好多樣嘢嘅。細個係覺得你唔靠自己就冇嘅。OK。不過好難講，你咁嘅環境之下咧，你冇咁嘅狀態咧，你可能你都未必捱過。你三年班嗰陣時，你諗去到。去到中學才可以叫做脫離咗呢種咁嘅陰影。我會形容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咧，無論乜嘢嘅家庭都好啦，其實當你有一個困境嘅家庭成長嘅時候咧，你自然會將自己形成一個不一樣嗰個性格出嚟，因為你要自強不息啊，應該咁樣講。但喺過往嘅時候啦，當你去到依一個嘅情況嘅時候啦，慢慢讀完中學啦。你應該係好大嘅理想，因為你個性格應該形成到你好進取一個理想，係你達到係啲讀完大學啊，定還是係再讀一啲嘅進修，跟住為自己未來鋪更大嘅路咧，係咪咁嘅諗法咧？都係㗎，未大學畢業，因為當時都要出嚟做事養家。
哦，咁咪一邊邊學，即係一邊做嘢一邊讀書咯。係係，咁你最初第一份工嘅時候咧，係做咩工作？喺會計師樓度做。咦，都唔錯嘅入息嘅喎，叫做係咪啊？誒唔係啊，做嗰啲學徒其實入息都低㗎。但點解你有咁諗法做會計咧？成日覺得唉，今日唔緊要啦，學多啲嘢，第時就得㗎啦。都建立咗你一個好容易為自己諗嘅性格。係啦係啦，當時你都幾抵得諗㗎。抵得諗啊？冇辦法喎，你即係仔嚟講，我係大仔，你真係冇辦法喎。但我而家咧聽下咧 ，Eric 咧講嘢咧係好多嘢講嘅，但我知道佢以前咧係唔中意同人溝通，亦都唔中意同人講嘢。即係我如果冇講錯，好似而家咁講咧，叫宅男啊，即係封閉式自己。咁會唔會因為咁樣，你係揾一個嘅會計師樓裏面做咧？因為好合適啊嘛。係啊，唔使講嘢，又唔使相處，唔使對人係嘛？完成盤數就完成咗你個工作噶嘛。係，因為咁樣嘅時候，你形成咗好配合啊。咁啊，即係好似理所當然嘅事情啦，因為你覺得要揾一份咧，即係出到嚟最緊要揾到嘢食嘅，係啊，即係揾到嘢，揾到食嘅工作嘅，養家先，養家啦，養家 ，OK。咁好啦，咁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咧，其實應該係一路一路上啦，因為其實會計嚟講係唔錯嘅行業嚟嘅，每一行都需要會計噶嘛。係啦，咁你咪可以話做到一路每一個嘅職位都嚇啦完成咗，到你哋而家係有一個嘅非常之好事咧。嗰陣時做咗幾年之後咧，就發覺。即係都好大得著嘅，起碼我見人哋盤數啊嘛，都啊點解啲人會賺咁多錢？因為做生意咁樣做嘅咧，不斷去學啦，睇下人哋啲嘢啊嘛，睇。到咁上一發覺啊，原來咧對住盤數冇用嘅喎，你要識得去即係同人溝通啊、相處啊咁。哇！好大挑戰喎、啊！你係一個頭三蚊仍然係宅男喎、啊，宅男一行出第一步嘅時候唔係一件容易嘅事。點解你會覺得要同人相處咧？一定有啲嘢啟發咗你嘅。因為我。即係可能細個嘅影響啦，覺得自己應該要有啲前途要為負責啊，咁所以有方法咧，總之係正途嘅，咁啊去做啦。咁所以覺得自己欠缺咁呢啲嘢喎，咁咪到咁上咧就去決定轉行。咁你都幾自覺喎？係啩？因為咁樣講，你突然間有啲啟發咗你啦，因為可能睇到一啲嘅可能你周遭嘅人啦，做咗好耐嘅事情，都好似差唔多係咁樣。你而家就想一啲好大嘅表現。其實你大嗰邊，我知道你係做一個一啲關於人物好大嘅行業裏面。其實你點樣去挑戰？你即係我都係挑戰緊自己，因為你身邊同你相處嘅人，我相信唔多嘅。係嘛？甚至乎嚟講咧，即係你，尤其是你仲要收埋自己添。係啊，唔多。係嘛？咁好啦，當你喺呢個行業啦，你挑戰一個嘅人物好大嘅行業裏邊去做嘅時候，你又遇到啲乜嘢嘅艱難咧？咪越做越覺得自己欠缺好多嘢咯。譬如講嘢又唔識啊，溝通又唔識啊，又冇朋友信你，因為你自己過往嘅累積嚟㗎嘛，你又唔中意同人溝通，朋友之前唔信你啦。咁我好記得一開始佢啊，你寫啲人名單啦咁。一張人名單唔知道有三十格嘅咁，咁可能見到人哋寫四五張齊曬嘅喎，我一張都寫唔滿，即係啲朋友十隻手指數埋嘅咯喎，死啦揾邊個好咧？有啲寫咗個電話係唔喺度嘅，得個公司電話咁。係，即係你開始認到自己原來嘅人物網絡係咁差嘅，係啊，係嘛？嗰陣時候，因為你讀書其實你都基本上都係想自己努力讀書讀上去，根本唔需要理會人哋，係啊，係嘛？再加上你做工作又係唔需要理會人噶嘛，即係喺兩個層面裡面，你覺得都唔需要理會人，但喺呢個層面裡面咧，原來你唔可以唔理會人，係啊，出嚟做嘢唔可以。但係有冇知己咧？請問？知己啊，到出嚟做咗當時做傳銷就識咗一個，識咗幾個好朋友咯，係啊，幾個好朋友，幾個好朋友，慢慢就傾偈啦，咁啊一路相處啦，一齊經歷低谷啦，咁啊即係嗰年代好興噶嘛，喂。轉兩蚊去我户口啊，咁先撳多100蚊出嚟嗰啲日子咧，去到咁慘啊！嚇，係啊，係係係係。咁本身我屋企都窮，我再咁樣做，咪即係其實都吃力咯。當時係 OK， 即係你負擔唔到屋企嗰個嘅責任喎。當時都係咪啊？但係當時你好大嘅勇氣啦，因為你真係想去將自己去改變，係咪 OK？ 咁你啲身邊嘅朋友係咪即係不斷講又好奇怪，因為當你係信主，通常嚟講啊，喺我哋嘅人生路前咧，一定有好多天使走出嚟嘅。你係咪嗰個時間啲天使已經走出嚟嘅咧？你講我轉行嗰陣啊？唔係，我講緊都可以咁講啦。你轉行嗰陣冇天使嗰陣，冇天使。冇啊！轉行嗰陣冇噶，都係靠自己， Candy, 都係記得。人名單都十個唔夠，學耐仲要跳出。點解咁講咧？因為咧，其實咧好突然咧，可能有啲嘅
街邊啊，或者有啲嘅身邊嘅再去係誒唔認識你嘅人，但係會係有上帝個安排噶嘛，擺啲旗子喺度噶嘛。咁所以我好奇怪，你究竟你係咪有咧？我覺得如果上帝安排咧，最大嘅安排係佢俾咗一個好嘅知己朋友俾我，令到我去信主嘅。呢個係男定女先？男士嚟嘅。哦，係啊。係咁，佢初初嘅去相信嘅時候啦，佢係咪第一時間你就去咗第一位啊？佢翻咗教會之後，我諗佢都好，佢都講咗嘅，即係唔知點樣要好大勇氣先敢同我分享，即係話俾我聽嘅。咁我又好好奇啦，你係一個點解佢要咁大勇氣先至可以同你分享？因為佢由頭到尾佢都覺得我咩都自己搞得掂啊嘛。係。咁佢點樣會令到我覺得你依靠上帝啦咁啊？咁所以佢一路都唔敢同老鼠拉龜毛蟲入手啊！對。其實你個性格係咪令到人哋卻步嘅咧？因為你係。即所有嘢都是自己搞得掂啊，或者你是一個即係好理性啊，好理智，甚至乎覺得俾人嘅感覺上好 tough 啊。嗯。即係冇一樣嘢可以難到你，係咪真係咁樣嘅咧？你我自己梗係唔覺啦，但係佢就話俾我聽係咯。佢點？咁我依家都覺得係嘅。佢點樣我啊？其實你咩都搞得掂噶嘛，你唔使揾人幫噶嘛。係。你遇到問題會自己諗方法解決同埋解決咗噶嘛。係。係咯，即係可能你啲朋友知道你有問題嘅時候，已經係你解決咗嘅時候啦。係啊，係啊。OK， 我都好奇啦。咁我哋下一集咧，下一節嘅環節咧，我哋去問一問 Eric。其實喺佢樣嘢都搞得掂嘅時候，我相信咧，會唔會佢個事業方面咧，亦都真係係隨著佢嘅性格，真係開始飛黃騰達咧？下一個環節我哋再去傾。今日就教大家一个笋字，香港人对个笋字情有独钟，好似笋盘、笋嘢、超笋价咁样，估唔到日本、台湾都系咁中意呢个笋字，佢哋近年仲情迷绿竹笋添，贪呢只绿色食材，清甜爽脆，同食法千变万化，例如有冷笋沙律、绿竹笋炒肉丝、咸蛋炒绿竹笋。讲到笋嘢又點少得盡興今次為大家帶嚟超筍的台灣特優級去殼綠竹筍呢？台灣直送，真空包裝，即開即食。想知道盡興綠竹筍到底有幾筍？快啲上嚟 MIHK 網店訂購啦！